今天我们要介绍一台车是蛮特别的，目前在台湾并没有总代理引进这款车，就是我旁边这辆白色的本田的 Type R。那它的白啊，其实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本田白有点不太一样，它算是有点乳白啊，所以它的白是比较特别的。那目前它在台湾有一些水货商有引进。那这台车目前在台湾贸易商的售价分为两个，一个是 R 版本，就是比较入门的，在外形上很好分辨，就是前保杆的下缘有一个红色的饰条，包含了前挡风玻璃这边有一些镜头和 sensor， 这个就是顶级版本。R 版本就没有这些配备。R 版本的部分售价大概在210到215万左右 ，GT 版本比较高等级，大概在220到225左右。但是还是要看每一个贸易商他进来的成本啊，有些可能会稍微高一点，有些会稍微便宜一点。不过大致上的价钱大概就是210、220上下。大概几个月前曾经介绍过，那时候是静态的介绍。介绍完之后啊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做新车试驾，就好像当初很多人跟我们要求要试驾 Golf GTI 六代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试乘车，后来我干脆的买一台。那现在碰到了 Type R， 原厂当然没有试乘车，因为没有进口，贸易商要借你，可能会有很多很麻烦的手续，或是会有一些限制，所以干脆我们又买一台，所以这台是我们买的，买下来为大家做新车试驾，可能快过一阵就把它卖了。那我们看它的车头，我刚刚讲有两个，便是 GT 版比较高规的一个 R 版本，那这台是 GT 版本，在前挡风玻璃上方有很多 sensor 和摄影镜头，包含了车侧盲点，在保杆的下缘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饰条，你用这样子可以分辨，高规的版本才有这些配备，入门版本就没有红色的饰条。头灯的配置，近光灯 LED 包含了 LED 的光条，但是远光灯和方向灯是传统的灯泡。前方有网状的水箱护罩，包含了下气坝，旁边有雾灯的配置，雾灯配置也是传统灯泡。那车头还有一个配备，在 GT 版本才有，就是前方视野式的倒车雷达。其实 Type R 本身它的车身高度设定蛮低的，包含它的悬吊设计其实都蛮低的，有利于它的操控以及它的灵活性。车侧最明显几个地方，第一个，前后叶子板有非常夸张的轮毂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宽体，以及在前叶子板附近，包含了后方有一些散热老流的一些进气孔和排气孔。轮圈的配置19寸，两个规格都一样，它的轮胎尺寸是235/35R19。内建的刹车系统，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就是来自非常知名的 Brembo 大厂为它所设计的刹车卡钳。前六活塞335mm 的通风碟，后单活塞16寸的实心碟。那在车侧设计上，首先第一个，后视镜上方整合了 LED 的方向灯，内侧有盲点系统，这个在高规版本才有。另外在车门把手也改为黑色的，跟车身不同色，上面有一个按钮，只有前方两个门有 Keyless 的一个装置，按第一下关门，多按一下，后视镜会做自动的收折。然后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五门掀背的车型，但是后面两个门的车门把手和前方是不一样的，它是隐藏在吸柱上，所以你从车侧看去呢，有点三门掀背的味道。然后上方并没有天窗的配置，也没办法选配，后方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鲨鱼鳍。我们来介绍 Type R 的车尾，首先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尾翼，尾翼的角度是不可调整的，双层式的尾翼。再来就是尾灯的设计呢 ，C 型 LED 里面包覆的是传统的方向的灯泡、倒车灯，以及在传统我们叫菊花灯的在这里，这个是它的后雾灯。然后在下方这边有非常明显的空力套件的点缀，甚至包含后叶子板这边也有一个很突兀的一个空力套件的点缀。据本田的表示，这些都是有利于在高速行驶，可以增加车辆的稳定性。啊，当然在台湾也是用不到。这个尾翼基本上是好看大于实用。然后它的后挡风玻璃呢，虽然它是五门掀背，但是并没有后雨刷的配置。不过很奇怪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后雨刷的基座。你打开尾箱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突兀的凸出来一个套件，可是里面是空的。我不知道一般的 Civic 版本的欧规的版本是不是后面有后雨刷。然后在后面后挡风玻璃呢，中间因为有后尾翼的关系，所以在下方这边其实也是玻璃的。你从后视镜看过来呢，并不会因为这个尾翼让你在看车内后视镜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死角。尾门的右边写的 Type R， 左边 Civic， 红色的 H 厂徽，
排气管采用的是四支排气管左右各双出的一个设计，后面有视野式的倒射雷达，保杆下缘黑色的部分就是它空力套件的部分，包含很多老旧的鳍片，包覆的后雾灯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我也是看了一些欧洲的论坛啊，他们有强调，包含了本田本身也强调过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去，你会发现它非常夸张的轮毂呢，并没有跟轮圈对齐，感觉轮圈是往里面凹一点点的，前轮看起来还好，但是后轮很明显往内凹一点点。据本田表示，这样的设定对于车辆的操控灵活性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在视觉上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，所以包含了什么阿达旺啊，还是什么牌子我忘了，他们有出针对它的轮圈，用同样尺寸的轮胎，可是可以让你的轮圈和爆龟的轮毂是切齐。首先打开引擎盖，有隔热棉，但是没有油压顶杆，这个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里面这句，也可以算它是红头啊，地球梦的引擎。这句引擎啊，其实它的下半部跟之前的 K20 其实是蛮类似的，主要是在上半部，还有就是多了涡轮增压器。这句引擎是 2.0 升直式缸内直喷的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310匹，6500转回产生，扭力的表现40.8公斤米，在2500到4500都可以产生。涡轮压力值是 0.8， 瞬间增压可以达到 1.0， 0-100加速 5.7 秒，极速可以达到270公里的最高极速。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纯手排变速箱，排档很清晰，但是档位稍微显密了一点，所以在时速100公里的时候，转速大概是在2300转左右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也不是很重要的油耗数据啊，其实我实测的油耗数据，每行驶100公里大概用到8.4到8.6公升的汽油，换算出来大概1公升跑12公里。接着我们介绍它的行李箱空间，虽然这类买家不在意这个，不过其实它行李箱空间表现算很好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正常任何东西都定位的话，它的行李箱的宽度和高度表现，然后你看我们把门关起来，它的高度表现还不错。另外一个会变更大，就是它后面这个帐板，它可以做往下的收折，所以它的行李箱的高度光这个门槛到地板就差这么多了。对于你要拿取一些比较高的行李来说，你要放置上会很方便，但相对的，你要从这里面拿出来，你看我已经要变，我这个拳头现在是靠在地板上的，你看我的身体是这样子，你要拿东西会非常的费力，可相对它的空间表现就很好。那它并没有备胎，它付给你的是打气机和补胎机。另外，它椅背可以做60分力的倾倒，它的容积数据在没有倾倒的情况下是498公升，倾倒之后表现非常棒，可以达到1427公升。开门的角度面积还蛮大的，所以你进出车门是很方便的。然后60分力椅背倾倒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装置，这我在本田上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当你今天这边有一个把手，你把它拉下来之后，你看它椅垫，它会跟着往下潜。这样可以让你少一次收折的麻烦，还有就是它的后箱的平整性表现会很好。你看它椅垫现在已经沉到地下了，然后你在归位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上升。这个配备其实还不错。坐在后座可以看到两张非常有战斗气息的座椅的椅背，然后上方是黑色的车顶棚，这个都是标配。那后方呢，并没有冷气出风口，但是地板几乎是达到全锅顶的。但是空间的表现，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好，一个拳头。三个指头的膝部空间比 Fit 还小，头部空间的表现还大概两个指头，也很小。发泡棉的设定和前座不一样，因为毕竟前座是代工厂代工的赛车椅，所以它的厚实程度和后座完全不一样。后座不是它代工的，然后后面也没有中央扶手。这个后面的发泡棉偏向舒适，前面的偏向运动化。后方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，以及红色的自动紧缩安全带。我们来看看内装配备哦，基本上在主被动安全的部分，毕竟它是一台英国制造的本田，所以你在欧盟上市，安全配备绝对不能马虎。
那以 GT 版本呢，除了原本的六气囊群机系统之外，还有很多高科技的主动安全，包含了车道偏移、时速的侦测，就是平常我们很多路标会有限速60、80、100的，在仪表板这边会显示。另外还包含了车侧盲点，还有前方碰撞警示系统。当你今天在行驶过程中跟前方的车辆过于接近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做警示了。另外在 T 字造型上 ，GT 版本还包含了倒车 CCD， 以及中间这边有一个萤幕，两侧车门内侧有红色的气氛灯。大概就是这些。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小配备啊，包含了大灯雨刷自动启闭。那接着我们发动引擎，你发动引擎的时候，因为毕竟它是纯手排的，所以你如果没有踩着离合器的话，这样是没办法发动的。所以你左脚要踩着离合器，它有引擎的启动钮，包含了车门的感应钥匙，就前面两个门，这个也是在 GT 版本才有的。在中控台 T 字造型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本田现在向来的特色就是它的仪表板是双层式的，上面的仪表板有两个萤幕，左边这个萤幕档位显示，虽然它是手排，不过它还是有档位显示，然后在旁边是时速，以及旁边有定速装置，你目前设定的速度的显示。右边这个彩色资讯幕呢，主要就是一些警示，包含了你现在车辆的一些基本的旅程油耗、时钟、音响音乐的资讯、平均油耗。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配备呢，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，因为毕竟它是一台性能的钢炮，所以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仪表，就是当你今天按下 Plus R 模式之后呢，它自动会跳出这个仪表。它有四个项目，最左边是涡轮压力，涡轮压力平常是 0.8， 瞬间增压可以到 1.0。第二个是水温，第三个是机油压力，目前我们怠速是 1.4 kPa。最右边那个是油温，目前的油温是93度。但它另外还具备了单圈计时的功能。那下半部的仪表三元式的，中间只有转速表，左边是水温，右边是油量的显示。T 字造型上内建的导航系统是 Garmin 的，不过很可惜就是，我问了 Garmin 啊，它的图资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灌进去，一定要透过原厂的授权，所以这个导航系统基本上是废掉了，完全没有用。那当然，你这个 Home 键按下去之后，它有很多的 App， 这些 App 呢，有些你只要用手机的讯号分享给它，包含了上网的功能啊，包含一些下载的功能，还有一些更新，都可以透过你手机的热点分享给它，就可以做很多多功能的处理。下方的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，后方并没有冷气出风口。那在空调系统下方还有一个按钮啊，这个按钮一个 off A， 这个是停车熄火的功能。手排车啊，其实我是建议把这个按钮都把它完全的关闭，不要把它打开。虽然你只要离合器一放掉之后，它就会启动引擎，但是一直不断的启动引擎熄火、启动引擎熄火，其实对手排车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用、非常的方便的。然后后方这边有一个名牌，上面有这台车的车身编号，它是第279台生产的 Type R。这台车的出厂年份是2015年，算是比较早期的。那据说啦，据欧洲当地的一些论坛在讲，就是 Type R 最好买前2000台的，因为它的一些套件，在英国当地它是国产车，但是有些套件因为它来不及国产化，所以很多都是进口件，包含了从美国来的引擎，从日本来的一些内装饰板，甚至从日本来的一些避震器附近的一些套件。据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哦，好像在2000台以内的 Type R 是比较有收藏的价值，2000台以后呢，慢慢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当地的英国件，就是国产件。变速箱搭配的是唯一只有一个变速箱，没有双离合器，未来美规可能会有，可是目前在欧规的部分就是六速的手排变速箱。这具变速箱档位非常的清晰，齿比非常的密，六档时速100公里，转速2300转到2500转。你不要以为变速箱变手排在六档的时候呢，转速会很低，它的转速其实还蛮高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下面的踏板，因为多了一个离合器踏板，那对于开手排车的驾驶者来说，最在意就是我的刹车踏板，第一个和油门踏板是不是很近，第二个他们两个的高度有没有落差很大，因为这会关系到你在做跟止的方便性，这个部分也绝对没有问题。原厂没有任何的改装，它的刹车和油门踏板你做跟止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后面是传统手刹车，以及这边有一个杯架，前面有一个点烟器。这个杯架里面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套件，你只要按下去之后打开就是一个杯架。那它可以有两个地方可以做移动，如果你不需要用到杯架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往后移，移到后面。那我是建议你这个杯架最好不要用，为什么？我示范给你看，
这边有一个传统的矿泉水的饮料瓶，你只要放上去之后，你在打档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肘这边一定会碰到这个饮料，所以大部分我会把这个饮料放在这里，因为放在这里你打档会 KK 的。然后在后方有一个不可以调整，可是上面有一些绒布包覆，还有红色车缝线的一个中央扶手。打开之后啊，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，两个 USB 以及一个 HDMI。HDMI 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还在研究。照理说它应该可以做镜像输出，可是我想可能是因为规格上的问题，改天研究好再跟大家分享。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研究出来。两张座椅，知名代车椅工厂代工的座椅。整个包覆性，尤其是大腿两侧夹紧，还有蝴蝶翼的包覆性表现很棒，支撑性表现很好。可是大腿前缘的到膝盖这边的支撑性稍微短了一点，但是够了。以我173公分其实来说是够的，但是它只有手动调整，包含了高度的调整。方向盘三幅式的，上面的按键第一个大灯雨刷自动启闭，第二个右边的部分是定速，而且还有限速装置，一般都没有限速，本田的车都没有，不过它有限速装置。左边这个 I 的符号是控制中间这个资讯幕的切换，然后下方音响的大小声以及电台的切换 ，menu 以及在左下方有电话蓝牙电话接听的开关。方向盘的左边还有几个按钮，一个是循迹系统的开关，一个停车雷达，以及最左边车道偏移系统的开关。车侧盲点你必须透过中控台中间的萤幕去关闭，可是，在车道偏移可以透过旁边这边有个快捷键可以关闭。最后去试驾心得，我跟大家分享分几个方向。第一个就是整个车的硬体带给驾驶者，首先最简单就是它的坐姿，它并不算是超跑，其实顶多它就是算一台掀背的钢炮，所以它的坐姿其实并没有很低，不像一般的超跑的设计比较低，坐姿算是有点高。我就算把座椅调到最低还是蛮高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泰普 R 坐垫就会坐得很低，其实并没有。第二个部分就是方向盘的转向，不管你用到 Plus R 的模式或是一般的模式，它的转向之间的辅助差异并没有非常的大。差异比较大的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当你今天拨到 R 模式之后，仪表板变红的，然后节气门的反应变快，但是涡轮压力不管是增压 0.8 瞬间增压可以到 1.0 都是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避震器，因为它有搭配电子避震器，如果今天你播到比较热血的 Plus R 模式啊，我看大概就是赛场上竞技用的避震器。如果今天是在非常烂的路况，尤其台北市啊，开起来是不要说乘坐者啦，驾驶者坐起来都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如果你播到一般模式，像我们现在是在一般模式行驶啊，它的避震器的 Q 度表现、车体的刚性表现，还有整个底盘的反应呢，大概就是偏向于你一台原厂车改装避震器这种感觉，可以接受，但是舒适性一定会被打折，所以你要在泰普拉的身上找到舒适性其实是蛮困难的。相反的，因为有比较好的避震器反应，所以它带给你的驾驶乐趣就会很高。加上手排，那说到手排，当然还包含了离合器踏板。第一个，离合器踏板踩起来是非常轻松的，现在离合器踏板踩起来都不会太痛苦，你的左脚不会抽筋。第二个部分的排档杆的行程非常的清楚，而且行程很短，感觉好像是改了快排的排档杆行程。那最后就是整个机械回馈给驾驶者的感觉，在操控的部分呢、它虽然是前置前驱，但是开起来完全不像前置前驱，而且后面还非常的灵活。再来就是因为方向盘的齿比和一般的房车不太一样，所以你的转向呢，只要转一点点方向盘，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你要征服任何一个弯道的目的。虽然它有很准的方向盘指向性，但是方向盘左右转向时点只有 2.25 圈，回转半径 5.3 米，回转半径有点大。再来一个就是方向盘呢，你只要稍微打一点点，其实就可以完成转向了。如果你开习惯 Type R， 你再回去开一般的舒适房车，左右转向时点不一样的房车，你开起来会比较不习惯。这一点是可能你在换车之后要稍微注意的地方。再来一个就是在引擎动力的输出啊，一般模式和 Plus R 模式，因为节气门的反应不同，所以你驾驭起来的感觉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差异，而且非常的明显。因为这台车我开了好多天了、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用一般模式，除非今天在高速公路上，有时候
进行超车啊，或者是说你想要偶尔享受一下它的加速乐趣的时候呢，你拨到 Plus R 模式，我觉得方向盘的辅助、避震器的反应和引擎动力的输出，在引擎动力输出这个部分的差异是最明显的。未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摸到这台车的时候，你不妨去试试看。我认为 Plus R 模式按下去之后，才能够完全100%的去体验 Type R 所带给你的各方面非常硬调的车辆回馈，不管是避震器，不管是方向盘的辅助，甚至包含了动力输出。那我简单跟大家评分一下，就是这台车我刚刚强调就是它有很多的惊喜，但是如果以机械回馈给驾驶者，我们拿60分算是堪用，80分算是很棒，100分算是满意的情况下，第一个动力输出99分，第二个刹车性能60分，所以刹车还有升级的空间，第三个就是换挡的行程和迅速性，以及你做更子的方便性呢，有80分，弯道处理的灵活性100分，所以很清楚的可以告诉你，就是这台车它所给你的表现，并不是豪华的 DVD 萤幕，并不是真皮座椅或电动椅，以它的车价，也许你可以买到，甚至买到双 B 的，你可以买到很好的车款。可是 Type R 给你的非常明显、非常清楚，没有很豪华的内装，但是它给你的就是在机械回馈这个部分，把本田科技目前所最厉害的、最高端的一些引擎动力，完全100%的回馈给驾驶者，这个是它有价值的地方。那这台车啊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，就是它的音响音质表现其实很好，包含 A 柱两边两个高音单体。不过还是有一些缺点，首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由于这几天很热，它的冷气的品质和效果并没有很好。那在最后啊，我们以前的主持人冠仪啊出书了，很高兴他送给我们好几本，那我们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，你只要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这台车试车影片的下方啊，分享一下，告诉我你对这台车的感觉，不要比按赞数，因为我发现有些按赞达人，甚至还有人养了20-30个、200-300个账号，然后呢一起去按赞，然后为了要得到我们的赠品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点蛮无聊的。我们赠品没有很有价值，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还不错，它是告诉你怎么样让臀部变翘。然后我相信看这支试车影片的应该都男生，但是你可以送给你朋友。但是我没有教人家看肚子会不会变小的。那我们也抽出三位，我会看你们的留言，我觉得留言最有建设性的三位朋友，不用比按赞数，只要留言有建设，譬如说你对这台车的感觉，或是你已经试驾过，你觉得跟我开起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，在下方留言，然后分享出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只要三位，我们会抽出三位，会把这本书寄给你。这后面还有附 DVD 耶，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图片，会告诉你，怎么样让你的臀部变 P， 他们讲 P 臀啊 ，P 啊，哦。英文字母小写的 P 啊，大写也可以啦，大写的 P 啊 ，P 臀的，哇，我靠，好翘。